我们要找的是反曲弓。不，抓不到反曲弓。抓水滴吗？抓水滴吗？我们应该走反时针的，这样会比较快撞到反曲弓。是和冰心，冰心会让附近的敌人攻速变慢。这 brother 啊，贵族跟虚空灵气，虚空灵气是void 的灵气是普攻。会穿50%甲，然后贵族是地精，就是三个贵族在场上的时候，有一个随机友方会拿到100甲跟攻击，每次攻击会回血，然后六个贵族就所有友方都会获得那个效果，基本上就是地精。我靠，我们拿到反曲弓了，所以反曲弓是跟这个吗？不是。反曲弓要跟大棒棒合吗？然后这个要跟大剑合 ，BF 大剑合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上三个 void， 先上三个 void 吧。贵族镇哦，对啊，贵族镇我也有凑过一次，那我再外挂一个达瑞文。贵族镇就真的很坦啊，可是贵族镇应该会很怕法师，哇哦！所以我们现在只差一个大棒棒而已，理论上。这样要玩什么？那也可以考虑升级。OK。这应该一定会发生哦，我先把这个放上来吧，先把这个合出来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。这里还蛮容易输的啦，因为我们都一等而已嘛。可是前面输掉，其实我觉得就是。假设你知道你要拿什么装的话，你前面第一个拿装的优势其实非常大。那优势级超大，其实拿的还蛮顺利的。我们这边继续蹲吧。这边是狂野。把这两个卖掉吗？黑剑可以先给啊，感觉真的不会赢，感觉真的不会赢。敢打死一只吗？带一下，带一下，打不赢。
可是这里其实我们 wild 的只差一只就可以凑满四个 wild， 还蛮好的。没错，先这样吧。可以给他冰心啊。哇，大还真的开不出来了。哦，孤立伤害，是打赢吗？孤立伤害，哦耶！我有点想要弹一块，但还不应该啊。等下可以硬升级，然后直接把虚。虚无上上来，可以拿，我们应该拿这只吧。或是拿棒子，拿棒子好了。拿棒子的话，我们是应该拿阿里，拿阿里好了。等一下，刚拿到一个憨儿，为什么我没拿到阿里？等一下，这谁啊？你哪位？大家都是抢饭吃哦。其实未必，因为饭吃你要拿到两只。等一下，拿到我、哦、拿到他了，烤腰。应声吧。孤立伤害。风风吹高高，先把这件装给他好了。它应该是我们前期开瑞，七块钱的话，孤立伤害，很赞。刺客射手阵，两星阿里放不上去，这合理吗？好像蛮合理的。
可以拿机器人吗？孤立伤害，呵呵，很赞。 如果打赢的话，我就把之前卖掉，感觉没什么问题。我其实有点在想，要不要把这只也卖了。可是这只如果起来的话，我们会差蛮多。可能应该要，这只应该一定要卖啊。 就现在也可以考虑上三次课来度过一下前期，故意伤害，有点想要抓这一只。 如果，所以我们其实假设那个雷格尔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转一下刺客，可能可以先转一下刺客，因为雷格尔来的话，我们可以上四个狂野，四个 wild， 所以你看他也是想跟我们抓一样阵容的感觉，啊，装备感觉比较少。 孤立伤害，孤立伤害，其实没有孤立伤害。第一名在玩什么？其实也在跟我玩类似的东西的感觉。 这也要升级吧？卡莉丝疯狂凯瑞，对，可是他会慢慢变弱了，他接下来会慢慢变弱。我要升到三星哦。 哇，他有三星哎！看三小三星露西恩是哪招啊？露西恩不是2块钱吗？成，把魔力吸干。超富，好险！一开始就把露西恩吹起来。 我们要找纳尔，纳尔一定会被干走啊！我觉得100%纳尔一定会被干走。白纳尔，哎，他没有拿到纳尔，我们在这，我们是最后一个选了，不大可能拿到纳尔，可能拿棒棒吧，拿摩根纳。 嗯，拿白木杆呐，那拿水滴咯，两个对我来说都一样，水滴或火人。哦，纳尔。
OK。那还蛮好的。那应该比较强吧。那魔力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。现在有点贪了，不过我们应该要等一下。我们法师减一，虚无减一，变形者也减一。我干，这三小啊，三星饭。啊，还有两个三星哦，还有两个三星。哪儿变身啊？看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啊 ！OK， 我也会打不赢。我可以硬升，然后硬卡这个上去。就这样决定了。想我可以把这三个卖掉，这样子损失1块钱。哦，这轮是野怪，雷格尔不用拿了。嗯，后面其实应该会把那个虚无给拿掉啊。理论上，我们再等一轮再来筛，就把这两只拿掉，然后我们要换龙上来，把这两只换成，龙女跟那个法师龙，有连胜奖励吗？有，现在连胜，我现在，欸，我现在连胜奖励加3哦，还蛮多的。看这个柯加斯完全被 buff， 其实龟角落超强，龟角落只有两个人可以攻击。玩到现在只吃过一场鸡，真假？他装备都没放啊！哦耶！哦耶！好，拜。这件装是属于你的。你攻速带，我们攻速要跟大棒棒合吗？嗯，先这样吧。三个法师。可以把一些东西给他，其实。
哇，还有两星大尔。基本上这个流派就是让他一直开大，我干他，赶紧看。OK。我可以升级吗？按要40块哦。再，我们先闪哦。OK， 可以停了。把达瑞文抢下来，让别人拿不到达瑞文。这个应该可以给他。反正他原先，你知道，柯嘉斯原先的晕是只有这样子这么大，现在是这样子这么大，他晕的范围大概成长九倍吧，差超多。我们想要谁啊？我们其实有点想要汤匙，其实有点想要铲子，也没有完全没有棒棒可以拿吗？我们应该拿铲子，因为铲子可以让我们可能可以多塞一个单位进来。又是铲子啦。然后这个家伙是，五块啊。这会变成五，都是龙了。这样子，我们流派其实已经蛮完整的了。给龙一个这个好了，让他快点变身。那我们龙死掉了。赞赞。升到八等吗？应该可以升上去吧。如果赢了的话，很赞。昨天哈夫一直疯狂在玩这个流派。我知道经验跟经验，那个金钱跟经验比是1:1，所以这个游戏比较好算经验一点。就不用想那么久。我们要不要拿两个冰心啊？那儿。
我们现在优势真的超大。玩的超惬意的，慢慢慢塞。那还扣两个达瑞文不让别人玩，干三小啊，达瑞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瑞空，啊，我们舍弃一个达瑞文，召唤哦，我们其实缺一个，可他自动填这个上去。这两星就超强了，他还跟我玩一样流派。其实我没有人在龙兽，哦，是龙兽，对，我不知道这只到底要怎么称呼 ，Arian Soul， 阿瑞恩索尔。感觉这只比这个这只比较强。OK， 敖瑞龙兽 ，OK， 敖瑞龙兽。干他为什么连？哦，有一个大是他开，有个大是他开，就应该给他模仿装了。No cure for fools。才一星而已吗？对，那个才一星而已。我们可以塞多一点点。应该没有错过东西吧？这超容易错过的。担心菲欧拉。砍一个人，风筝五个人。所以没有角色是我们缺，除非我们要拿这個，我们要拿大棒棒。其实，大棒棒或是大剑，其实应该都可以。大棒棒应该比较好。打其实也可以拿汤匙，这样会有两个多一个单位。其实只剩下很少人了，可能不应该一直霸凌别人，这样会有鬼锁，再给他更多攻速，没有错。Let's do this. OK。他们应该还没死吧？我干，其他也蛮强的。我干，他把我秒掉，他把我的那个龙兽秒掉了。Truly amazing。OK。OK。没有错过东西吧？我们要拿这个吗？他们应该不会死掉吧？
告诉我同伴，你们不会死。不调可以调中文界面哦。我等下来看看。哦，干，他们超强的。哦，因为我们的纳尔玩变身，看他死了。好 ，PK 时扣到了。我们纳尔减二。哦，是龙。可不可以升上去啊？我们纳尔，我们放了两个纳尔上来吗？可能应该给他一点防装。不知道他会掉什么。我想升级，其实蛮想升级。赶超快就，哦，他怎么会回血啊？其实这两个大概可以卖了。看损失惨重，纳尔。啊，应该要死了。看我们纳尔真的减一耶，好不甘心啊！他可能可以盯住一下 ，OK？ 哦，没有，他没有盯住一下。赶着三小号状况，等战。感谢 Zyoung 1024的 Twitch Prime 订阅，欢迎回到韩剧不尴尬，谢谢。欢迎加入韩剧不尴尬，谢谢。OK， 其实全部都只有两星啊，可是，两个瑞空跟两个纳尔都很强，我看能不能挑中。